水獭把大鳟鱼藏在冰里，胶囊也想开开荤，他能够凭借智慧找到这条大鱼吗？水獭一家排队吃午饭，他们很容易就凿开冰层开始捕鱼。别看地面上到处白雪皑皑，水下却是大鱼成群。胶囊眼巴巴地看着水獭们大快朵颐，口水流了一地。不过他并没有冲过去吃那些剩下的鱼刺鱼头，还是得尝尝鲜美的大鱼才行。水獭又抓住一条大鳟鱼，拍拍圆滚滚的肚皮，决定把鱼藏在冰层下，准备留着晚上再吃。胶囊看到了，心想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虽然隔着冰层和积雪，他看不到水獭，却能听到水獭游到了什么位置。等水獭上岸，果然没带那条鱼，那还等什么？开始挖呀挖。胶囊先扒开积雪，然后用长嘴戳下去，这个位置看来没有。一旁的水獭非常自信，毕竟自己都快忘了藏哪了，胶囊凭什么找到？不过永远不要低估猎手的直觉，胶囊竟然真的咬住了这条大鱼。看来想吃鱼也不一定非要会捕鱼。